五浊二世啦，那就是起自于众生的无明。长时间的无明啊，不断不断累积，这无明就是烦恼，不正确的思想，不正确的身口意。道教戒律也包括有不杀生这个戒律啊，因此呢，道教他们很注重这种斋戒，斋戒就是你要斋戒你身心清洁哦。所以呢，这九天里面呢，吃素的确是有护身的那个戒律在里面的，所以这九天呢，就是要他们不杀生，尽量吃素。มาเห็นสภาพอาหารแล้วก็น่าทานครับแล้วก็เป็นบุญด้วยนะครับที่ว่าประชาชนที่ทานเจวันนี้ในเทศกาลกินเจนี่ก็ขอให้มีความสุข素食是以传统落来啦，祝福大家健健康康安尼上这个，就是咱的这个做酒的迄个的科技的主要，平安快乐。口，它可以吃补充身体营养，可以吃，但是呢，吞噬生命，物命，造了很多的杀业。口，一张口，也可以说好话，说谎。你看，我一天有六摆啦，就人客安尼吼，我估计差不多六摆，一礼拜就五天嘛，啊，一天拄啊五十二个礼拜嘛。本来就你食荤的人吼，凊彩上毛三样荤的物件，安尼你甲算啊，六摆的人一个礼拜五天，啊，一天五十二个礼拜，伊一顿三个荤的，安尼我甲算，一天啊，拄啊减杀成五十万的条命。人的性命吃动物的性命，那就是杀害动物的性命，最后呢，还是呢赔上自己的命出去。这都是能戒杀，能多数，这才是保安康、保平安呐、啊。保健康啊，天下五谷杂粮可多了呀，都是那天地养人的资粮，我们顺规啦，顺了这样的规则生活，应该都是健康啊。人心最重要，千万呐，哦，千万都不要呢传不实的信息，那人心才能平安。人心平安呐，静下来好好的思维，是改变自己的生活，让人人呢反省一下，是否我们斋戒一段时间，持斋如戒，那受信，这个受果信啊，我们大家要天天呢要发挥虔诚的心，感恩为天下祈祷平安啊。